大家好，我是杜少。这次要开箱的工具由迪斯派推出的万向夹具台钳，这是一款辅助工具，可以运用在许多的情境，打磨、切割、割线都能使用。下面就送上简单的开箱介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影片直接开始吧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工具开箱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一款轻便又好用的工具，价格方面也不算昂贵，性价比很高。
无论是刻线或是打磨，甚至切零件都能使用，推荐给大家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